下一个中举一个平安宴，每年的农历七月呢，华人都会烧金纸拜路边或者是杀桑身来普渡哦。为了反转这迷思，慈济今年很特别，举办了欢天喜地吉祥月的嘉年华会。那除了有很多的叔叔师姐之外呢，我们还可以进去游览哦，可以用鲜花香果来祈福，还可以许一个智慧签，听起来很不错。那我们去看看 ，Let's go。用我们来敲钟祈求。净化人心，祥和社会，天下无灾难。那就麻烦你们。好。可以。啊，感恩。好，感恩，感恩。人都是在原谅自己的那一分钟开始，谢谢拜。嗯 ，OK。